主要来是应聘沈东军先生的北极半价，但是同时呢，如果各位在座其他老板有在欧洲的职位或者是业务，我也非常感兴趣。谢谢大家。好，你好，何女士，你好，欢迎欢迎。我注意到你从头到脚穿了一身都是斯凯勒的产品。是的。你好，曾总。你穿着一身斯凯勒的产品，然后去应聘沈东军的北极半价。是怎么回事？因为我觉得就是既然是有目的方向性的求职，是北极半价，因为这是一个户外的活动，所以我想给展现给沈总的是我户外的一个形象，就提前进入到那个半价的状态。对，另外呢，我选择这个斯凯勒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支持国货，所以呢，我想就是以这样一身出现在这个舞台上，给曾总一些支持。好好。您是哪一年去的法国？我是2002年去法国那个哥伦诺贝尔读的那个商业硕士。哦。然后读了2年以后，我就在那个比利时普林斯通的轮胎在欧洲的总部工作。哦，那很厉害，大公司。对，这个大公司在 sales and marketing 里面主要是做那个资深分析员，是在做那个价格的分析，干了差不多也有2年的时间。然后呢，求职就求到了比利时美国的万事达欧洲总部。嗯，这个公司呢，我做得非常开心，一共做了5年半的时间。其实不是我要离职的，其实是公司，因为我负责的是东欧地区，当时就是要求财政策略调整。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直接从当地招聘，另外呢，从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成本来考虑呢，相对要比从总部过去要便宜一些。你是在上一份工作离开之后专门为了来非你莫属应聘这个岗位回国的吗？是的。你这次是专程飞回来？包括你先生陪你一起飞回来？对，我很严肃地说，这是的确是这样的。我先生在哪儿呢？先生来了。他是讲法语的比利时人还是讲？他是说法语，但是他会说一些英语。你们结婚多久了？ Combien de temps qu'on s'est marié? We married around 10 years ago, in 2004. 所以你刚毕业的硕士生刚读完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就结婚了。对对对。你支持他去当他的伴嫁吗？ Est-ce que tu me soutiens? Of course. 你觉得这样安全吗？Actually, it's not a problem. She can do whatever she wants because we love each other and we respect ourselves. So there's no problem for that. I want to say, 英俊加油！谢谢。啊，那是不是？因为对你来说的话，你今年是刚才提到38岁啊，所以我也想知道，你想要申请这个沈东军的北极半价，你的这个打算是什么？就是你是希望这件事情是只是作为一个经验呢，还是说对也有一个全盘的一个未来职业发展的一个考虑？自从我从非你莫属节目上听到沈总提起这个职位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兴趣。首先是兴趣主导我的，另外呢，我当然是有全盘的打算的，因为不仅沈总在座的各位，我也做过略微的一些了解。沈总呢，首先他有一个法国的勒朗酒庄，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优势在比利时的生活工作的这些经历可以作为为他就是勒朗酒庄也许可以做一些事情。法语也很好，法语是的。另外呢，比如说石小燕石总这一块，他的这个公司呢，他的那个家具这一类是非常欧化的，是高端的。然后呢，他的 VIP 客户呢，经常会组织去意大利进行那个赏购之旅。我觉得个人这一块呢，也可以作为他赏购之旅为他提供一些服务。但这些具体的什么样的服务，我脑子里虽然有一定的这个想法，但是我觉得总体上来说，你是希望找到一个在座的企业给你提供的在欧洲工作的岗位。是的，是吧？我的先生是比利时人，而且我们在比利时已经生活了很久，并不想回国发展。东军可能在公司在比利时是不是也有长期的工作关系，或者说工作站点似的呢？因为比利时通灵珠宝本身就是比利时公司和中国公司合资的企业，我们和比利时有非常多的渊源，我每年要去比利时很多次。那在欧洲呢，我们还有酒庄，法国的酒庄，我收购的前几年收购的酒庄。抱歉，我要打断你一下，你整个上来不是把这个当成求职平台，而是当成一个传播平台，为你将来的创业做好了一些中国业务的落点。这一块
我是由你的分层管过渡到你的心机这一块，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但是我又担心我这个是误解，我希望你给我这个误解做一个解释。我觉得听到心机这个词儿的确有些那个难受，因为本身借助这个平台我的确是来求职，而且求职方向非常明确，是沈总的那个北极半价。但是呢，由于我必须要解释，就是我要打断一下，那个你现在求职你明确的知道那不是一个职而是一个项，但是你最后的落点不在这个活，所以误解确实误解恰恰就产生于这一块。那老杜我打断你一下，我看着这个姑娘还真不像特有心机的人，我觉得你想多了，他不管这个叫职业叫职位还是叫活的话，我觉得他今天来求是挺正常的，我觉得这半价这个工作很正常，这有什么不对、啊、东军这个工作因为他是在欧洲，他又不是在北京也不是在中国，不搞错了概念，他当时提的是如果他到他企业里工作，通过这个项目还可以去他企业里其他部门继续工作，也就是说如果他的目标是来通灵珠宝然后做了这么一个活然后再去做其他的工作，这是合理的逻辑。好，小何你看一下这十二个老板，第一环节先灭一盏灯。冯毅优曼家纺，对不起，想问一下原因。对这个优曼家纺不是很了解，对不起。我觉得他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觉得作为老板你也不要每次都要问为什么。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本身的话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欧洲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买手的团队，其实本来之前我有考虑你这个做这个职位，包括的话这个欧洲帮我们去签约一些设计工作室，其实是一个很创业型的很开拓型的一个职位。那只能说他跟你没缘分，对不起。接下来十位老板考虑一下请选择。好，祝贺何影哲还有六家企业楼灯，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才。来，我们先看一看何影哲的准备的资料。这个做的这个 PPT 呢，是为这个应征者职位而准备的，因为在这个职位当中呢，他说到要能够吃苦，要自己干很多事情，所以呢，这是我设计的第一篇。主题家庭建设篇，这个房子上面的图片呢是刚买的时候这房子的样子，下面是我们那个重新建了以后的。我这一张是说明的，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修葺的这个过程，很多活都是你干的，很多活都是我和我的先生一起干的。这一张呢主要是关于人和自然，家里面就是说非常喜欢就是营造一些为这环境多创造一些给生物动物们生活的，就你和大自然打交道还是挺有办法的，非常多。这个就是我们家，你们家动物园啊、差不多。我的狗和这个猫，猫是我们收养，前不久收养的。这个呢就进入了旅游篇，然后我就不说欧洲的旅游，就说比较远的不发达国家。这个是在印度，我去过两次。最让我觉得非常震撼的是印度人的笑容，尤其是穷人的笑容，就是发自内心的微笑。因为虽然他们是穷，但是呢他们也要快乐。这是我所学到的，我就觉得不管你身处任何逆境都要自己先寻找一份快乐，苦中作乐，对，苦中作乐，这是一个调整心态的一个好方式。这个呢就进入到西非的塞内加尔，下面这张图片呢就是你看他们非常快乐在海中嬉戏，其实这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呢其实洗漱游泳都是在这海里，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得出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非洲人民是怎么生活的，但是和印度人一样，他们还是非常开心，他们就过得非常自在，就不像咱们似的那么爱发愁啊，老有愁不完。不要愁，因为这个愁没什么可愁，愁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那个。而且愁浪费时间，有这时间真的不如找点快乐。性格不一样，所以看法也不一样。这个呢，就进入了中美洲的伯利兹，这是玛雅遗址，这个是大蓝洞，那个。摄影都是你自己吗？对，是我。啊。是我，你需要的摄影的能力已经看到了。这个呢也要说一下，因为我这是你的书法，是我的书法，这是我的兴趣爱好之一。我呢从小练习，谢谢。我呢从小练习书法，小楷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小楷是锻炼一个人的意志，一个是集中力，还有一个是耐力。这个环节我非常欣赏你，你的这种人生态度，人生态度，包括你对生命生活的平衡的把握，包括你的爱好。真的让我们就完全是大开一个眼界，其实这点我是非常欣赏你的，活得很充实。对，但其实就另外一个角度，因为我在欧洲也生活了14年，就是
欧洲生活的人是向往人和自然平和，对吧？追求内心的宁静的。那其实以我了解的，像沈总、沈东军，他一定会这个有一些这个，就你跟他价值观上会有比较大的冲突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你是我们在舞台上到现在为止应聘这个岗位最合适的，不管是生活背景还是职业能力，你是最合适的，他应该招你。对对对。所以咱们别浪费他时间了，你就说说，如果你来策划这北极之旅是怎么样的一个旅程，直接就面对这个问题，对吧？既然沈总他是有酒庄，在比利时有珠宝业务，而且在德国的柏林电影节有那个合作关系，所以这三个国家是他的必经之路，而且每到一处呢，他毕竟是要给和当地就是有所接触，当地的各种就是相关的这个部门以及组织有一定的联系，就是搞他就是为通灵珠宝这么样一个产品做宣传，为他的酒庄做宣传，所以在这方面就是说我可以不仅是做他的翻译，另外呢就是说在于互动和他的客户之间有互动，这个我可以做得到。那个修车会吗？简单的修车会换轮胎，我在柏林，那就我觉得基本可以了。整个的行程大概20天去20天。对对对。你对他现在的这些展示出来的能力，这已经应聘成功了，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了。好，各位老板考虑一下，来请选择。好，祝贺影哥。陈东军为你留灯，这样你们俩就直接谈钱不伤感情。岗位和工作地点都不用说了，直接谈钱吧。你心里有一个预期吗？预期的话，首先是欧元啊，欧元支付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可以，我就是以我上一份Mastercard 那个工资，我年薪是7万欧元。7万欧元的年薪。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到中国工作，是不是这样子？是因为我在比利时有家，所以这个比较困难。那实际上现在在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们如果说你来工作的话，因为比利时我们不是在比利时有这么多的关系，有关系，但是我不需要他这个岗位，好多可以如果需要的岗位也是钻石鉴定方面的。沈东军，你这个太过分了，抱不平了。本来好几个可以留灯的，他一开始就现在还可以留灯了，灯才把这个说出来，灯都灭了，太伤害人家了。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到中国工作，这个我强烈反对。如果一个选手一开始就清晰地讲了，他说我来不了中国工作，他一开始就讲了这一点，而且我们所有人我们都这时候退出了比赛，然后你这时候你强调说你是不是不能到中国来比赛，你为什么要退出？他来的通灵珠宝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不，但是整场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的才华他的能力证明了他行。那我们现在招的是一个在中国长期工作，只是在这一段时间在欧洲，而你不太适合，所以我觉得哎，等我打断一下，现在你没有要不要的权利，对，你只有开价的权利。对，你只能开要不要的权利在他手上，这是游戏规则。你留下来这个是要信守承诺，就这么简单。我的承诺就是有一个前提，他必须在他如果工作必须在中国工作。第三个环节已经你没有选择的机会了。其实刚才尹峰有一句话是说到重点的，沈东军在此时此刻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只能给价钱，按我们的规则是这样，你没有办法逃离了，你只能留在这儿。对呀，谈情不谈感情。现在是他的选择权利了，你可以开。现在是反向选择了，你可以开价钱。沈总有些纠结。不是纠结，也就是说你现在可以提供的工作地点和我们需求的是不符。那你为什么留灯呢？沈总，最主要的是您留灯了。你先开吧。你在欧洲的工作，如果在通灵珠宝，也就是在欧洲的工作，那我给你是10000欧元一个月。如果在中国，那就是10000人民币一个月。
但这也不符合欧洲法，因为欧洲如果是欧洲员工外派到中国，他一定享受欧洲的继续待遇，同时再拿着中国的出差补贴。对，这个是对的。这是应该，这我们都有跨国公司嘛。所以他年薪应该是12万欧元以上。没错，12万以上的年薪，你们都的理解都太中肯了。你很难这么给，这就对。现在我已经开出这样一个条件了。正好啊，你这反正是在比利时，他又不愿意回国。哎，我给你最后一个建议，就是我觉得你听到欧洲的月薪是10000欧元的情况下，我建议你那么大老远飞过来，我就建议你 OK 要了。至于你能跟他的这个缘分工作能3个月还是3年，我觉得那是在你自己创造。不过沈东君，我觉得他给你今天一年在欧洲，你干不下去也还得要辞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就是接受这份工作。那他可以拿一点，就那就是你拿他的10000块钱，然后跟他开个20天的车可以的。但是沈东君太欺负人了，你之前得跟他说，对啊，我们法国还有一个酒庄啊，你要在欧洲啊，这好的。这是一个比利时，我是有啊，但是他体现出他能做这件事情的能力了吗？我觉得太过分了，因为我们所有写的，不管写的，我说今天说的，让何颖哲自己选吧，去还是不去？可以问问涂老师意见吗？问我？我是那个，其实想去，但是我又觉得是不是沈总他，我不是他那个意向。我不想让他为难。你这么纠结啊，你就不要来了。哦，真的是这样。我希望的是一个非常渴望这份工作的，但是你这样的纠结，我们根本在路上就合作不好。但是你这样的纠结，你要知道，我们在这几天是天天在一块的。但是你这样的表现，他的渴望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我要说一下，他今天表现非常好，非常。冬天他的渴望，所有人都明白了。在座的老板，大家说一句公道话，他是不是表现非常好？表现非常好，而且也非常渴望。支持支持。那个，你接下来一定要去。这样，这样，听我讲一句，我们支持选手的老板今天站起来。支持选手的老板，今天我们站起来，而且我们站到那里去，我们今天站到那里来，支持选手老板跟我一起来，我们支持选手老板站到那里来，支持选手老板站过来，太棒太棒！我是来自比利时的，真是大的很，顾老师谢谢。如果这个姑娘今天求职成功的话，她一定要感谢很多在暗中一直在默默地帮助她的推波助澜的老板。东俊，你说她没诚意，我真的反对。有哪个选手会千里迢迢从比利时坐飞机过来，而且是在失业的情况下？你说她没诚意，你太过分了。然后你讲了那么多比利时的故事啊，我也来自比利时，你讲了那么多比利时的故事。然后又说这件事跟比利时没关系，而且选手把她老公都带来了。Do you support your wife? So you stand here. 因为没有再比她合适的你这个岗位的选手了，也少有难得一致的，我们这么多老板在这里挺这位选手。其实我是对她进行建议，当然权力在她那里，我已经给她开出价格出来了，我也同意她去了，但是我不希望看他那么纠结，我希望的是一个快乐的旅程。他从来没有表达过说他要去做这份工作的纠结。我在看他 PPT 文件的时候，看到他是那么快乐的一个人，他突然现在不快乐了，这个不快乐是你造成的。来，我觉得选手刚才问我该如何选择，我想说我内心是五味杂陈。沈东君，您现在真的是一个人在战斗。刚才看他的图片，无论是爱自然又或者是苦中作乐，他完完全全是个动静兼备、苦乐双受的一个好人才。主体双方还是你们俩自己，无论这过程当中由各自认为的公平也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态度也好，都由你自己来选择。你接受不接受？可以说了吗？可以。我接受。谢谢大家。我还要做一个邀请，这次旅行愉快的旅行，我还邀请他的先生跟我们一块儿去。Can I give you a little gift? Of course.
can share with everybody. It's special chocolate from Belgium, specialty. Thank you. 去吧。我看了这么多老板支持我，而且集体上台，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当时有点就是说想要控制自己眼泪，为什么？其实我并不是说对这个职位并不向往，我非常向往，我就是为这而来的。将来的事情我不多去考虑，我只是想把这次做好，然后让沈总有一个开心、安全的这么一个自驾游的这么一个经历。然后期待你们有一趟非常美妙的旅程。谢谢。上午八。